嗨，新的流量密码，我现在连看都不看，你长大一定会后悔。笑嘟嘟嘟嘟，哎，谢谢。好玩哎，这个金鱼我原本不看了，好。哎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捕鱼。去捕鱼啊、哦！已经捕到一只了，大金鱼。今天我们有那个神秘嘉宾。哇，老板，老板会怕、啊，老板会怕，子谦爸爸，哇，是新车哎、欸，没事没事，新车就开进来这边，对啊，要被罗拉骂了，车子才刚洗完而已，哇，红色的新车，绝地奶爸一对一，嗯，先带老板出来，好可爱哦，小蜜蜂，你的救生衣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你怎么今天皱眉头？他说：“我还没有准备好要当、啊。”看到阿姨们就皱眉头、啊，不是姐姐吗？是看到叔叔皱眉头吧？看到我还好吧？看到我就一定很好玩，对不对？你那么可怕，他看到你、啊，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。看到叔叔就想绝地奶爸，就够了。你看呢？来了，我爸。嗨，嗨，新的流量密码，新的流量密码，以后就靠你了。哦，是谁？鲨鱼，对，金鲨。哦，等一下，你再配，你会不会配其他？拿过来。哎呀！哇，你把它保护真好。哇！哇！给它发爆。现在溯溪的时间都不能超过五分钟，不然就会热死。这个王美感觉会老舍，戴这个帽子。特别会，你来点转。我要戴上。转一下啊。好转。好。OK。走。好。报告。哦，我也是溯溪鞋哦。哎，教练。左边、右边，你要选哪一边？右边吧。右边吗？好，我们走右边。哇，都大水冲了，怎么现在都没有人？我们都大水冲了哦。这边就是大水冲瀑布。这边一下去大水冲的那个深潭，就有两米以上。如果不会游泳，就要救生。那金鱼让我拿金鱼给他，好，拿金鱼给你。要什么金鱼？好，老板说他要金鱼啊。喂，你要做吗？来帮大金鱼洗澡。帮大金鱼洗澡？去泰国，像海参馆一样。什么泰国？海参。爸爸刚刚讲的什么泰国洗？泰国是洗大象。哦，泰国是洗大象，不是洗。这边海参馆洗大洗金鱼。那以为气象预报是阴天会下雨，哦，结果现在，哎，丽蓉，天气是不是很好？超好嘞！天气超好嘞，超乎预期。哇，摄影师，我也要学拍照。你是没好像有一点哦。你已经跟这一只金鱼连接了。老板，出发了哦！等一下，下去哦！啊，你要我们连接上去？你想下去玩对不对？老板上次不给我抱的时候，子谦就说你长大一定会后悔。你长大一定会后悔。长大会后悔。你现在连看都不看，你长大一定会后悔。对嘛？你长大一定会后悔。长大会后悔。长大后悔系列。抽在一个巴掌，抽在一巴掌。哦，这是渔民在捕鱼吗？不用，不敢抽太大。
真柔真柔，哇，花掉了，玩金鱼玩到整个掉下去，还好玩哎、欸，这个金鱼我原本不看好，不看好、啊，就我看大家玩拍影片都会翻船，嗯，那、啊、你也翻了啊？跟你讲，没有要领就不要做。来教一下怎么做这只金鱼，这边，做这边啊、嗯，然后让它的头朝上，哦，就像在《阿凡达》在骑那个飞龙一样，哦。玻璃啊，它是你的 baby shark， baby shark， 来跳唱 baby shark， baby shark， 看一波啊，我们是白痴的脸，那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到底我是小孩还是你们是小孩？他是异于常人的成熟。冰冰冰冰，加油！冰冰冰冰，加油！这是什么？荷包蛋口味的波塔。是我业配吗？没有，但真的是荷包蛋。等下我也配完你。到底怎么真的是荷包蛋的味道？真的是蛋的味道哎、欸！这是化工的。是什么味道？是什么味道？蛋蛋对不对？是蛋蛋吗？你有吃到蛋蛋吗？很害羞。你有吃到蛋蛋吗？蛋蛋，你有看到你吗？这是谁？我。哇，是你啊！你知道啊？你就上 YouTube 了。哦，出名了。从两岁开始经营。荷包蛋的味道很奇怪。姐姐这里拿不出来。反水行程就是平常吃洋芋片，那个西酱都不准我带。西酱都不准我带。西酱可以带星巴克啊。真的吗？上次不是我带。今天大水沟超热闹的，多了很多小朋友。小朋友军团，等一下看他们表演啊、哦！他们等一下好像要玩滑索之类的。一、二、这连攀岩都有练吗？没有。一、二、三，哇！一、二、三。都叫姐姐了，都叫姐姐了，可以吧？那妹妹刚刚跟我说，姐姐你真的不跳吗？姐姐你真的不跳吗？都叫姐姐了，都叫姐姐了，真的不跳吗？妹妹我就跳。好，妹妹你要不要跳？碰到一天那个大晴天的感觉。因为日报好像看。对，本来日报都天气阴阴的，甚至可能会下雨，所以我们其实出门前也是蛮谨慎的，比较不敢深入一些有峡谷的地方啊。对，它后面好像。哦，对对，大水冲后面其实有很漂亮的水源瀑布，这边很适合亲子，不会被妈妈屏蔽掉的频道。对对对，不会，妈妈不会生气的频道。可以带小孩子来玩，我们不是都只有那个玩神石。三大峡谷，飞龙瀑布。太极峡谷也是有轻松的，好，等一下看那个政委他们要玩滑降的，看他们玩一下。那上面架绳了，上面架绳，还会融入滑降。够过瘾吗？还是太慢了？太慢了。妹妹说太慢了啦。太慢了。我们现在从大水冲离开，要去哪里？黄天喜，有什么？有亲子有妹子，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要去巫山打卡？哇，漂亮哦！哇。
桥溪啊。那是匍匐。我们现在这边在山地门嘛，嗯，然后那边应该就是雾海。小教室，嗯，你要标那个点。地理小教室，然后我们去雾海也是会先经过山地门啊，然后再从那个古川还是古茂大桥去雾海。啊，中间这条就是爱料溪。有预计吗？台有啊有啊，台风过中冷风沙之下。哦，然后对面去了，这是中国怪人吗？你的肉会掉出来了，我要不然不然味道很特别，味道很特别，我不知道怎么你这个你这个不适合拍美食节目，它不是很香辣，好，我来试试看香辣还哇，这个我都闻到海鲜味了，海鲜味，欸，那个海鲜就你的吗？你的拍比较漂亮，我的拍比较漂亮，对，嘉欣的拍比较漂亮，哦，跟嘉欣的拍比较漂亮，你 用你的拍啊，好，用你的拍，欸，它的红茶好喝，嗯，味道很特别，那个麝香红茶，嗯，来形容一下是什么感觉，有果香，果香味蛮强，哦，嗯，应该说不会涩，啊，不过也是因为他推荐一定要喝全糖，你适合当美食 YouTuber